1、2、3，揭牌。咱水南第五经啦吼，詹芬林馆第48经的长青食堂吼，啊，今仔伫咱后寮社区正式来揭牌。啊，当然啦，一个食堂要成立吼，真要紧，就是讲在地的人一定爱合作，一定爱会当团结吼。啊，所以讲咱首先要感谢社区发展协会，咱的陈正良理事长，啊，以及咱的王三桂总干事，也佮有咱王连修啊，即、這个志工队长，所有的志工吼，哇，啊，大家真踊跃啊，所以讲咧。今仔日会当顺利来正式揭牌，我要向因表示最大的感谢之意吼。咱芬林馆的这长青食堂是得到中央高度的重视啦吼，嘛加是安尼吼，咱真济县市即马吼，拢派人来甲咱观摩吼，啊，讲个派点我来甲咱讨学就对啦吼，阮真愿意来分享这种的这经验。要予所有台湾的这些乡亲，大家都知影讲，老大人是需要特别的照顾的哦。要照顾老大人，先照顾伊巴肚啊，这真简单。巴肚甲照顾好的时阵吼，伊之外咧，咱一寡啊娱乐的物件、健康的物件，拢会当含咱的食堂拢结合做伙啊，甚至于啦吼，参咧长照2.0的这个啊巷弄照护吼啊，拢会当结合做伙的对吼啊。所以讲今仔日真欢喜来个后寮，再一次向咱的理事长、向咱的总干事向。咱的队长吼，以及所有志工表示最大的感谢之意。志工有10几个啦吼，经常来咧拢5、6个，啊，志工内底嘛有病急出走，所以阮只要要来讲哦，严格讲，阮有3个诶病急出走的诶师傅啦，啊，过来阮实在，因为阮过去，阮小弟交许拢有开过餐厅啦，所以阮的食材来源。我会当掌控，就是讲有较上级厂商的较上一层的厂商来供应吼，我的价格会比较优惠，所以啊，以前的行号的老板拢熟悉，我去就去麻烦伊，甲咱传一寡较好的物件来，吼，咱需要的，啊，适合咱即个中农要食的食材，吼。较无饲的，啊，较无迄落的，阮来甲菜扛转来，啊，制作予咱中路来食。算讲吼，拢是阮即内底人吼用心用力，啊，当然嘛是县政府，而且一寡议员的支持吼，才会当予阮老人拢有即个福利吼，通做。啊，所以讲吼，阮来真正感谢李金亮馆长啦，包括因这社会课的人啦吼，包括恁大家拢啊，伊的菜色拢时常变，伊较早是做厨房的厨师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伊每一工变的菜色哦，佮有迄个护，哪像迄个护理师因吼，啊，佮有迄个营养师吼，因咧调配，啊，所以讲菜色感觉大家足满意的，大家食啊真好，阮来食。啊，胖波两三个月啊，嘿，有啦。啊，食安尼是袂差不多啦。啊，那大家囡仔拢出去太贪食，恁在家咧食，恁就食食好啊，食饭少。啊，健康咯，阮大家来食两三个月，大家拢食较肥呢。阮这志工偌好咧，伊敢讲鼓励，讲教俺倒落来食。啊，无囡仔拢出去啊，拢出去啊，咱在遮食食，食真会使。阮拢嘛讲谢谢伊安尼，安尼叫阮来食食。